他买了吧，我也养活不起他了。这孩子叫铁柱，你们就把他买了吧。好好的，师娘问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美姑。你喜欢吗？
捆梅。娘，炸死他！报告连队长，还有两个没死。绑起来！来。女妖，就凭你一双肉掌就敢闯进皇军联队司令部，你真的很有勇气。可惜你的死期到了。少跟他废话，给我杀死这个臭娘们，杀了他。女妖，你已经无所遁形了，就算你的连杀掌再厉害，我就不信你能挡住我们的子弹。别呀，先别开枪了，你们这么多人欺负一个姑娘算什么能耐？什么人？什么什么人呢？你应该问是哪路天神才对，要不然老娘什么时候进了你的老窝你还不知道呢。葛涛，你去看看什么人。连队长，我们不能离开你左右，很显然他们就是冲着阁下您来的。还是这个日本娘们有脑子，谁敢动一动我就要了谁的狗命。放屁！嘴真臭，掌嘴，闪开。
柳叶飞刀，雪花针，你就是那个唱戏的。别急着，别急走。你呀，真是个急性子，慢慢打不好啊，心急会吃亏的。
这个怎么解释？士兵进来。嘿，嘿，把钱给我。啊，出去吧。嘿。这一定是一个对枪械非常熟悉，并且受过严格军事训练的军人，而且他一定还是一个中国功夫高手。那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联手对付我们了？纯属是个巧合。孟媛那边撤。你走吧，我用不着你。我已经注意到女妖对谢花珍的出现非常不满，甚至非常生气。我认为这次他们联手作战只是绣花针的一厢情愿。你认识的那个苏木娇早就已经死了，你视为的爹娘和姐姐也早就已经长眠于地下，所以我们宋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你。你也不认识我？不认识。木娇，木娇，让开。木娇，你别走行吗？木娇，所以我们还有将他们分而杀之的机会。哼，分而杀之，他们一个个神出鬼没，山木少佐，我们怎么找到他们？假如给我十个日本忍术中的高手，就算他们四个凑到一起，我也可以将他们一举消灭。山木少佐说的对，我们需要一支集各种忍术于一身的行动小组，这样就能找出他们的行踪，并且消灭他们。嗯，好。我会向神谷长官报告这件事，但是对于你们俩这次的表现，我非常失望。出来吧，该看的都看见了，该听的也听见了。看你不像个俗人，怎么偷偷摸摸的？本不想偷偷摸摸，只是不想惊扰了二位的谈话。跟着我们，你不会不知道很危险吧？廖先生和宋姑娘不是那种不问青红皂白就杀人的人。你知道我们？久闻大名。请问先生，尊姓大名？廖先生过奖了。王沐风，放牧的牧，大风的风。这些绣花针是从我们皇军士兵的心脏里和眼球中取出的，还有一些是从皇军士兵的致命穴位中取出的，如太阳穴、天门穴。被射中的士兵无一生还，不是无一健全生还，能活过来的
不是双目失明，就是截瘫或全身瘫痪。还有一部分士兵的尸体上没有任何伤痕，但他们的脏腑器官却全部碎裂，其他如肩、臀、部位的粉碎性骨折处，外部皮肤也同样毫无损伤。解剖结果就是这样。刀剑杀人，而中国人却用手掌和绣花针杀人，一个轰轰烈烈，一个无声无息，一个血肉横飞，一个无影无痕。中国人的一双肉掌，一枚绣花针，对我们造成的心理恐慌就远大于我们的飞机大炮。当我看到这些东西，我的手脚就发麻呀。是的，阁下，没有人会不害怕这些东西。不过等我们掌握了他们的行踪，揭开他们的真实面目，也许这些人就不会这么可怕了。我听说还有个叫鬼魂的家伙，他是用十个手指杀人。是，这家伙用的是中国功夫中的鹰爪功，他的跑步速度极快，听说他能追上自己掷出的飞镖。还有一个，一双肉掌可以开杯裂石，也是真的了。是，他的功夫叫铁砂掌，属硬气功一类，属下还听说他力大无穷。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吗？不知道，不过那个女妖连队长应该不会陌生。嗯，他现在是不是专找你呀？真应该让他打碎你的肠子和肚子。嘿，山木少佐，这是你要的人的资料，你自己选吧。他们可都是我大日本忍者中顶尖的高手，能不能用你自己定。但是你要记住，现在大日本皇军正在受到国内舆论的耻笑，你必须给我洗刷这种耻辱，杀光那几个中国疯子。我进去办点事儿，你们几个在这儿等着。不是，我们想进去喝口水。等着。妈的，连口水都不让喝。你呀，你就忍着吧。怎么了？我刚刚好像看到一个黑影从这儿飞过去了。是鸟吧？比鸟大。那就是猫。反正不是人。哎，行。天天跟着皇军，哪有时间陪你啊？今天路过不就进来了吗？看你这大屁股，多带劲儿！讨厌，快点吧。好嘞，来了。不认识，王天杂孙，
腊月初四，哑巴老人会功夫，说。真的吗？那个老太太是谁杀的？是武田胜男，武田胜男杀的。他脸上长着一颗带毛的大黑痣。在哪能找到他？你不要杀我，我去帮你找他。我告诉你他的行踪，只要你不杀我。不杀？今天下午他要到城里去。你告诉了他。报告长官，当时的情况实在是没办法，我这不是来跟您说，也是想弥补一下。只要咱们告诉武田少佐，那鬼魂肯定杀不了他。这并不能抵消你的死罪。来人！嗨！拖出去枪毙！嗨！哎，不要啊，皇军，饶命啊！饶命！给我算一卦。一看你就有麻烦，说吧。王营长，咱们游击队的人在城东公路附近发现了鬼魂铁柱的行踪。公路附近？对，就在公路两侧的山中，还有那里有鬼子在活动，是想拿鬼魂的埋伏。说不好，只能说有可能。这边，这边，快跟上！没有我发出的信号，不许开枪。那你呢？我去前面，鬼魂很可能就在公路边。你确定鬼魂的位置吗？我要确定的是鬼子的位置。他们中间一定会有对付鬼魂的高手，就藏在附近。这些鬼子奈何不了他。我明白了。还有，如果一会儿我和鬼魂从另外一个方向撤走，你们都撤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。是。记住，都不要恋战，我们只是掩护鬼魂撤退而已。你放心吧，王营长。王营长，小心。好，来。在这里对付一个武功和轻功同样卓绝的人，我会把我的高手放在哪儿呢？在这里一定会被他发现。公路上根本不可能藏人，那还有什么地方呢？
还有三公里，我还有时间。他会来吗？希望他会。上来吧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他的都在上面等着呢。走。哎，李先生，上面埋伏不能住，撤！相信我。铁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是事先打探到鬼子在这儿有埋伏，但是来不及通知你了，就先动手了。
哎，请留步。田先生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今后我们可以一起杀鬼子，相互之间也好有个照应。师娘，美姑，我给你们报仇。